我们在这里，这里是说 U 这个下面这个 V 这个夹角120度，那这样 X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哈，这个 U 哈到的 V， 这个是等于 2X 加2减4，那这等于多少？这等于 U 的大小是根号四加一加一，它乘以那个 V 的大小 S 平方加四加十六，阿 cos 120度。好，那我这样我就可以解那个 X， 这是负二分之一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根号六。那我就得到哈，根号六乘以 s 平方加二十开根号，等于是负二乘过去，负四，哦，这个是等于二 x 减二，哦，负二乘过去是负四 x， 再加四，好，然后我给它平方。平方，我平方以后就是六 s 平方加二十 x 加二十，好，这个会等于呢，把平方四把它抽出来啊，四是十六 s 平方减二 x 加一，好，那就解 x， 十 x 平方我把它移过来。减掉，哎，这可以，算了，三十二 x 啊，然后再加，减掉多少？十六减一百二，一百二十啊，四，负一百零四，那这等于零，可以约分，二五等于十。二一二六十二，二五得十，二得十。那这样能不能因此分解？五 s 平方哈，乘十六 x， 乘五十二，等于多少？零。好，那能不能因此分解？五一啊，这个它是有个负二的，加二，减多少？加二可能是加这里，加二啊，加二，那减多少？五十二除以二，二得四，二得十二，刚好。所以呢 ，x 哦，可能是五分之二十六。或者 x 哈等于负二，这两个都可以啊。那 x 值的话，这是选择题，所以答案选出负二。